据美国媒体2002年8月21日报道，美国一个情报机构国家侦察局曾经在911袭击发生前准备进行一次飞机撞大楼的演习，以检验下属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报道说，按照国家侦察局领导层的设想，当日早晨一架出了机械故障的小型飞机将会撞向他们位于弗吉尼亚总部4座大楼中的1座，对大楼造成一定的破坏。当然他们不会出动真的飞机，但是为了模仿撞楼造成的破坏，他们将会封闭一些楼梯以及出口，让雇员们自己想办法逃生。但是没有想到的是，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就被两架飞机撞上了。来历不明的恐怖组织在美国时间9月11日上午向美国大都会纽约和首都华盛顿展开有系统有组织的恐怖袭击行动，以他们劫来的飞机和炸弹攻击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一带的政府机关，美国政府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世界贸易中心两座塔楼在爆炸起火之后相继倒塌，死伤惨重，但是具体人数就未知。首都政府机关被炸之后冒起浓烟，情况危急。同样位于美国东岸的宾夕凡尼亚州西部的匹兹堡，有一架联合航空公司巨型客机离奇坠毁，但是详情未明。国家侦察局发言人表示，很难相信会出现这样的巧合，几架飞机真的撞向了我们的设施，当真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立刻取消了这次演习。那个发言人还表示，为了进行这次演习，他们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按照他们的设想，恐怖分子不会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这个将仅仅只是一个意外来的。